我有一个请求，你能不能做我的小师傅？我向你拜师学艺，好不好？他只是一个当年误导了我，导致我今后的人生轨迹发生严重偏差的同窗而已。你最近怎么一见我就做？不做师傅就不做，我们还是朋友。想看看我们家要搬去工厂了，明天一早就回来。计算我差多少的距离？计较我偷看你东西啊？我想我计较又能如何？这可是你说的不计较啊！借我看看。在你眼里是空气。哎呀，你放开，怕被别人看到了，好歹也得注意点影响。一句话，一个你，都躲在脑海里。可你总是想逃离。雨下了多久才会停？心才能够放晴？雨为何躲在天空里？你经过我的内心。是不是会不一样？对。